又让我动感。今集嚟到香港殡仪馆隔篱嘅七姊妹道场，啱啱我就捉咗只利基亚，跟住发现呢度有急冻鸟，我就决定同佢用利基亚去对战啦。对战，哇！得翻19秒，拣只利基亚先。喂，有弹啊！好啦，头先断 game， 再入去拣只利基亚啦。好啦，就翻开始啦噃。我唔知道啊。好啦，而家利基亚开始进攻啦，我已经升到佢2432啦，剩咗十几粒糖。急冻光速，哎呀，一嘢啊俾佢怼死咗，我都未用大招添。看看了哟，覺得全靠我的利基亞才可以在剩下193秒搞定他的。有什麼獎勵先？哦，王祖的貢獻都不少。好，在這個報道那麼多，交給新聞部。